我承认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因为我听说李玉华病情有所好转，我想第一时间得到这一千万的下落，但我又不愿意节外生枝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你要知道，这一千万对我很重要，如果还不上公司这一千万， 我永远会比人矮一头。你非法绑架人质，而且绑架的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知道。你应该知道这样做你是会坐牢的。我当然知道。 可我确实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先不说别的，杨玲一旦知道你绑架了她妈妈，她会怎么想？虽然这个李玉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她毕竟生过我，我都受不了。你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话还没有说完。 绑架李玉华仅仅是因为那一千万吗？我不相信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更大的阴谋。你敢说杨文浩的死跟你的绑架没有关系？江海洋，我都不敢相信你了。是不是因为那一千万，你害死了杨文浩？ 我可以向你发誓，杨文浩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，我承认，李华的事情确实是我一时糊涂，可我那么做也是为了公司，我也是为了找回一千万，还给公司，要不然我永远证实不了我的清白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相信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就去报警。 我知道你会相信我，咱俩认识那么多年，你对我是了解的。再说，咱俩这么多年来感情一直挺好，是，中间也出现了一些误会，一些隔阂。 你也有责任的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就在想，为什么咱俩不能像以前那样的坦诚相待，高高兴兴的。
没有那么多猜忌、怀疑。不要老是为了这些事儿，搞得大家都不愉快。我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，妈妈。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是我还是相信了姐姐的话，你现在是安全的，过些天你一定可以回来，我等你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李一花先交给我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不会伤害她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我肯定办到。明天我就上你们家提亲，让你父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呢？那不同意也得结啊。总不能让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父亲吧？海洋，啊，我总能等我们结完婚以后，再把李玉花给你，这是我的条件。睡吧。我这样做可能是有点卑鄙，但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不希望就这样放弃我们这近20年的感情。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对你的爱你比谁都清楚。我现在就想要跟你结婚，跟你生孩子。何事老，我们的芈月要栽在海洋的手里了。芈月已经怀孕了，又不肯打掉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嘛。来了，什么？你去忙，我来陪。好的，给他们点面子啊！来吧。回来了，芈月。爸，罗总，海洋来了，来里边请。回来，回来，海洋来了。赵董，啊，海洋，坐。赵董。
知道那天的事是我不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往心里去。坐吧。原谅海洋吧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赵董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们答应让我和明月结婚。你知道我是不同意你们结婚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再次恳请二老答应我们结婚。我把女儿交给你，我不放心。赵董，我和明月这么多年感情一直很好，我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。这种好听的话谁都会说。妈，你让海洋把话说完好不好？海洋，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赵董，罗总，这么多年来您二老一直栽培我，没有你们的栽培就没有我江海洋的今天。知恩图报这个道理我懂，从进荣垦集团第一天起，我就一直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，把您二老当作我的再生父母。我知道在很多方面我都配不上明月，我也不配走进这个家。可我想说的是，我是真爱明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请二老成全我们。爸妈，你们就答应我跟海洋结婚吧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相爱，好好生活的。回来啊，我觉得海洋这孩子刚才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啊。坐吧。我这个当妈的没办法不同意你们结婚了。你刚才说的话我们做家长的都记着了，我希望你对自己说过的话要负责任。我会的。明月，海洋，首先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是迫不得已的同意你们结婚的。既然结了，就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婚姻。人生是你们自己的，父母不可能陪你们走到底。不过我会祝福你们。谢谢妈妈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无论如何对你们的婚姻还是要考验的。这样吧，江海洋，十年之内你不能加入董事会，不能拥有公司的股份，不得继承荣坤集团任何产业，行吗？只要能和明月在一起，我都无所谓。
一定给你把人找回来。找什么找？他在找明月呢。看到了吗？好漂亮的花，谢谢你了。你喜欢就行。对了，前两天我心情不太好，有些事儿别往心里去。我妈妈就那脾气，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，而且她也很明白你在公司里的业绩。没事儿。其实业不业绩都无所谓，关键是他能理解我们就行。行了，我现在还有点事儿，回头打给你。好的，拜拜。谁呀？你干嘛跟着我呀？没有啊，美女，怎么了？滚！好啊。Thank you.
谁是你女儿？我才不愿意做你女儿。我今天来是给你送点吃的。这几天我来不了了，我要筹备婚礼。不过你是看不到我结婚的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参加我的婚礼。这是上帝对你抛弃女儿的惩罚，你也应该接受这个惩罚。带着吧，不许出去。做的，你做的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信吗？买什么了？床上用品，结婚用的。走，喝点酒吧。手艺还不错。我不喝酒，医生说了，从现在开始我烟酒都不能沾。至于吗？医生说的，我可不愿意给你生个畸形。哎呀，行，那咱就听医生的。你尝尝，看手艺怎么样？哎呀，头一次享受这么高的待遇，以后不要再派人监视我了。监视你？没有啊。我希望没有，我也不想跟你生气。但是话我得说清。为什么非要上这里来？方便。我妈怎么样？她很好。我想送些东西给我妈，一些她的换洗衣服，可以吗？这些他都有，不用担心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有耐心点好吗？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，到时候我会把它交还给你的。我已经很有耐心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拿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开玩笑。既然见面了，
那我也通知你一声，马上就要跟海洋举办婚礼了。他已经去我家提过亲，我爸妈也同意了。恭喜你，恭喜你们。你心里一定在嘲笑我是吗？我没有啊。说句实话，我感觉自己很悲哀。我知道海洋心里没有我，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爱我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的存在。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现在在外人看来，海洋已经是属于我的了。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得到了只是一个空壳，一个没有灵魂、没有血肉的空壳。但即使这样，这个空壳我也要了，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父亲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等结了婚，我会重新让海洋爱上我，爱上我的家庭。他一定会很爱你的，很爱你们的孩子。我恭喜你们。真的，恭喜你们！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让你亲眼见证，我是怎么样埋葬我们的爱情。
婚了，跟别人结婚了。我祝你幸福。跟个人都能跟丢了，你叫我将来怎么信你？放心，我继续去找，马蹄三车我也给他找出来。我想了一下，看来你得去一些私营小旅馆问问，而居委会也可以打听一下。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能够人间蒸发了。吧，反正也没几块钱了，就给你吧。谢谢你啊，不用谢。
这好像是中山北路，有一家麦当劳。啊，那你别动了，我去接你。你站那别动，我去接你啊，妈妈。好的，好的，你放心吧。那我挂了啊。我找到了，说吧。他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小旅馆里。他现在不在，可能出去了吧。我知道了。这样，你想办法把他控制起来。放心，我在这看着。
是苦。